OK， 小白到你啦。独角兽、巢湖，哦，艾莎。我觉得小白变身系出猫啊，算数啦，我哋可以赢翻噶咋。哦，分心、担心，你觉唔觉得艾莎有啲古怪啊？佢平时都系咁噶啦。我听到把声，有声？你讲咩声啊？跌到悬崖啊！边个要紧张城堡啊？夏德儿并唔安全啊！迪士尼再创巅峰，去找出系边个呼唤紧你？他哋可能有答案。去北面，穿过魔法森林，前往未知的地方。我同你一起去 ，OK？一定要小心啲，自然之灵会喺沿途不断考验你噶。冇咩唔妥啫。魔法席卷全球，你哋系边个？嗨，我系小白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只系觉得着衫好拘束啫。解开艾莎魔法之谜，有人喺度呼唤我哋，系咩人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踏上未知旅程，是巨人啊，好大份啊，千祈不要嗌啊。魔法是好诱人，没了你他可能会迷失自己。我相信你啊，艾莎，不过任何人和任何事，如果要有人拯救到亚德尔，一定是你啊。迪士尼魔雪奇缘二，有冇谂过当你哋个人越嚟越成熟，系点样应付越嚟越复杂嘅谂法嘅咧？啊，唔好咬啊！你唔知道我踩过啲乜嘢噶？11月23日盛大献影。